哎呦哎呦，这都什么素质啊，不是说够了吹他的吗？咋一吹吹我一脸呢？这年头真是什么人都不能信啊。看来我以后只能散改改，啥意思不懂了吧？这是粤语，信自己。哎呀兄弟，你来吹这个试试吧，你在我们队外号叫武松，你一定行的，你老虎都能打得过呀。好吧，我来试试看我的。哎，我看出来了，你这就是想整我呀，这可比打老虎难多了。现在站在我身边的是红帽队的队长托马斯，今天是他的生日，请问托马斯，你对出生在愚人节这天有什么感想呢？反正要是搁我都活不下去了，不知道你怎么想的。另外今天你最想得到什么呢？要是队友能送我一个生日蛋糕，我会特别高兴。哇哦，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你想要生日蛋糕了，今天就送给你一个，只不过是要拍在你脸上。哇哦，我几乎分不清这是生日蛋糕还是美白霜，怎么样，蛋糕很甜吧？这美白霜不仅甜，而且还很厚呢。哎，教练你好，今年的愚人节你为队员们准备了什么样的节目呢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会和队员们玩什么整人游戏来开心开心吗？当然有的，你马上就会知道的。教练，我想问一下，这就是你为队员们准备的节目吗？我只是想确定一下，这是你的主意还是谁的主意？反正这不是我的主意啊。别走开，爆笑体育还在继续。这是新当选的美国小姐，楚楚动人，身姿曼妙，连鹦鹉也被她深深的所吸引。Hello， 小姐，这是我送你的蛋糕，请慢慢享用。他一嘴是故意的。有头熊在追我，救命啊！其实美女才是我的目标。注意看美女老公的表情。亲爱的，快看这个扣篮。亲爱的，亲爱的，你怎么了？亲爱的，这也是故意的吧？我终于买到偶像的球衣了，来留个影线，茄子。爷爷，这是我们为你特意定制的生日蛋糕，吹蜡烛许愿吧。我都这么大一把年纪了，你也不放过我。好，注意了注意了，愚人节这天过生日的朋友们，有蛋糕送给你们，我们端得很稳很稳。小伙子，我是联邦侦探，请你下车，你摊上事儿了，你摊上大事儿了，啥也别说了，停那边下车。好，停下来，请你打开后备箱。哎呀妈，警察大哥，我是一棒球明星，我叫鲍勃。这是你车吗，鲍勃？咋不是我还是你的？动拐动拐，我正在检查。根据联邦调查局的线报说，你车里藏了一个玩意儿。啥玩意儿？说是蓝皮肤没有手，胸前有一口，但脑袋特别大，还长胡子，还有首歌唱的他。如果我有仙女棒，变得变小变漂亮，还会变个哆啦 A 梦和你一起去玩哦。大哥，你说的啥玩意儿？这不机器猫吗？我不喜欢机器猫，我只喜欢 Hello Kitty， 要藏也藏 Kitty 呀。你整联邦调查局查这玩意儿干啥呀？开玩笑吧。你有权保持沉默，但是你所说的一切都将作为呈堂证供被记录在那个摄像机里边。祝你愚人节快乐。哎呀妈，哎呀妈，都是骗人的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，你们愚人节快乐哈。其实只要你足够聪明，愚人节这天就不会成为别人的目标。那今天也不会喽。我躲，刚才我用膀胱一扫，不，余光一扫，发现后面有两个人，于是我们顺利地躲开了。刚才比赛太激烈了，我对自己的表现感到满意。谁在找啤酒也不见我。嗨，亲，今天你的场上任务是什么？能提前透露一下吗？你都看到了，我今天的场上任务就是做队友们的靶子。哎，天干物燥，我们比赛时随时需要补充水分。我说的没错吧？就连采访的时候，我的队友也会为我及时补充水分。听说今天是驴人，驴人节是吧？这是谁把我的板凳腿给锯掉了一段呢？咦，你还好吧？我想告诉你的是，其实这是我干的。我是一只很受女球迷喜欢的长毛猩猩，我很帅，所以朋友们都很嫉妒我，因此他们总是用这样的方法来捉弄我。